Kito 影城获得今年金马奖六项大奖提名的哈永嘉，是导演陈洁瑶的最新作品。他擅长发掘素人演员，电影中饰演阿嬷和主角弟弟的两位演员，第一次演戏就分别入围了金马女配角及新人奖。小薰更素颜入镜饰演妈妈。电影《哈永家》描述三代同堂的泰雅族家庭，哈永阿公是家族的精神支柱，一生奉行着泰雅族的传统。孙女阿丽刚从纽西兰打工回家不久，阿公却在睡梦中过世了，同时阿丽竟然怀孕了。而阿丽的父亲巴尚为了提升哈永家的声望，不顾阿公生前反对，执意参选乡长。也因为这场选举，家人间的感情渐渐产生裂痕。你想抢先看这部电影《哈永家》吗？现在就到 Hit FM 91.5中台湾广播脸书粉丝专页玩游戏，就有机会获得11月8号在台中文心秀泰影城举办的《哈永家》电影特映券2张哦。更多资讯请上秀泰影城官网查询。